先生你好。好你个顾嘉欣，还哥们生日聚餐，我信你个鬼。喂，顾嘉欣出轨了，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的开房去了。什么？你在哪儿呢？就在这个酒店。那你先冷静，我马上到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快点啊，打开他。我 ，Alice， 我 ，That's my baby。想死他了！不是，不是你从哪儿弄的？你妈那儿啊。你太厉害了，你还改装了？对啊，我拜托郑哥弄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快乐的骑车做你想做的事儿了。谢谢你。开不开心？嗯。幸不幸福？嗯。那你亲我一口。恋爱别那么着急定。